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，我是Dan。 공개 연애 당시 受到很多人祝福的 아이돌 친구 슈퍼주니어 김희철 트와이스 모모. 今天有媒体报道了两个人分手的消息。没过多久，两边的经纪公司也对媒体表示，透过本人确认了分手的消希。但是因为是艺人私生活部分，所以很难回答再多。对于两个人的分手消希，跟以往别的艺人们分手消希一样，大部分都是希望两个人都能见到更好的人。可惜了，等等正面的留言以及恭喜谁谁谁逃出了，早就该分手了，本来就不适合等等负面的留言。但是也看到有这样的留言，希望 以后 TWICE 不要公开恋爱，跟谁交往都可以，但是本人们应该更知道，网络上真的是有太多嘲讽的酸民们，所以想问一下，大家是希望自家爱豆如果真的有在谈恋爱的话，是公开好呢，还是不公开好呢？最后，希望Kim Michelle跟Momo都能继续走花路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要看10秒才能理解的照片。 大家理解这张照片了吗？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《防弹少年团》的两个小学生，金根琼谷，只要两个人在一起的话，就会自动产生。就算我不舒服，也要让你不舒服的动作。为了不让你舒服，我可以不舒服一点。精神年龄8岁的两个人，我要限制住你的腿，我要让你刺眼。 看看谁的胳膊会先断开，你一拳我一拳，不能容忍你舒服的走路。就算我的口袋裂开，也要让你的口袋裂开。就算我的屁股会被你抓住，我也要抓你的屁股。就算我会不舒服，也不能看着你舒服的洗手。 要疯了，太可爱了，可可，真的感谢《七日榜探》的大哥，真的可爱死了，怎么关系能这么好呢？我们的 Bad Max， 哇，超可爱，春娜 girl， 春娜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好的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